各位现场的弟兄姐妹，各位第一次到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所谓粉丝又免费到场的各种大家，还有各位媒体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货真价实的蔡琴。所唱的流行歌曲里面有五十几张唱片，我唱了36年，但是呢，其实我唱过很多快歌，结果最后红起来的你们喜欢的都还是那些可怜兮兮的慢歌。这跟我的音色有关系，因为我的音色的特色呢，就是比较少女生有这种中音，大部分女生唱高音的，对不对？不管是黑人那种肺活量很大的，还是这个亚洲的声音尖尖细细的，都是高音比较多，很少女生是中低音，跟我合唱很痛苦的女生呢，想跟我一起唱低不下去，那男生呢想突破重围，就是那我高八度跟着他一起唱，唱不上去啊。所以呢，我这种不高不低不男不女的声音才让我今天这么红。